这啥惩罚？就是把灯关了，惩罚。好好好，行。上半年这个，谢谢我雨花。我跟你过一次成语接龙的。谢我雨花。雨花，你来看我了呀？啥叫糊涂呀？啥糊涂啊？今天一星都没过呢。雨华，你三天没来看我了，我好想你啊，我想你了，想您了。他只是想看，我也觉得，我有啥好看的呀？对面小姐姐旗袍呢，多性感啊！雨皇，我想你了，雨皇。确实没见过旗袍，是啊，这天天很少人穿旗袍的，改天我也整一个，让你们流个鼻血啥的。欢迎我可乐哥。宇哥暗示你，我家没有，改天我换一个吧。改天我换一个行不行？欢迎蛮腰。好，对对，是的。欢迎新家宝宝，你整一个我也不知道。你整下次我整一个的时候给你发个微信好吧。宇哥我穿旗袍了，速速观看行不行？啥呀，我大哥一来你就把他这拽出去跑骚，我今天恰都没恰饱，你们又说糊涂了，又说出去跑个骚吧，我真的是裂开。我今天旗袍不是人人都可以穿的，那我是啥呀？我不是人，我是啥呀？哪天我穿旗袍的时候跟宇哥说，宇哥我穿旗袍了，宇哥，然后宇哥，我觉得宇哥可能就会来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，完了，对面有老头儿。谢雪娟的天狼，白嫖的跑骚可以叫上我，可以，行，到时候白天我们也可以穿个跑骚裙，我也去看看，我也去认识认识。我什么？你在说啥呢？小姑娘不是结了婚了，动不动一天天就谈一些这种高端局吗？结了婚的人才会叫小姑娘吗？你有老婆吗？哇！谢谢我宇哥，我的天哪！谢我宇哥，谢我宇哥。不是你们想看怎样的吗？好了，走了，没事，宇哥聊聊天吧，宇哥聊聊天吧，我们。我想要的不是宇哥的礼物，我想要的是跟宇哥能聊两句天，我就很开心了。欢迎我哥吧，我想跟宇哥聊天。我不想要宇哥的礼物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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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谢谢白夜行的超级火箭，谢谢白夜行的超火。对面有人呢。我们凑凑人头，我们凑凑人头，凑凑人头。
叫我干什么？我们说说人头。我们家有没有老公？我们家有没有爸爸粉？来个爸爸粉，来个爹粉。我们家可能没有老公，但是我们家有爹。我们家是爹粉，爸爸粉。哪个爹来一来？谢谢白夜行的星际飞车。我们凑个人头，凑个人头。谁帮我凑的？哎，我好像有太大气了，帮我凑两个人头啊。宇哥太大气了，两个人头吧。我本来想跟宇哥连了天呢。准备好？啥呀？啥准备好？干嘛？小饼干，你帮我凑一个人头。我们凑个人头吧。啥东西啊？谢谢意义的办卡。我们凑个人头吧，凑个人头。啥东西？我们坐着休息吧，快结束了。好嘞，休息吧，休息吧。啥呀？嗷嗷待哺了，嗷嗷待哺了。嗷嗷待哺了，啥呀？怎么笑死？谢谢小饼干呢。救救婉儿吧！救救婉儿吧！好了好了，够了够了够了。晚上关灯了吧？哎，我都不懂关灯那惩罚什么意思啊？太刺激了，真的！关灯就是把所有的灯关掉。谢谢我宇哥，谢谢我宇哥。可是都关了也没，好像也没什么呀。你等会儿看一看，会有啥的？等我关了两盏了已经。啊！关灯。对，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成。拉闸了，你知道吗？拉闸了。大概就是这样吧。啊，没有区别吗？我觉得没有区别，有什么区别？有区别的，你等会儿你自己关一下，你试试。等会儿，等一下啊，有区别吗？我感觉就是，但是我觉得关了灯之后看着脸还就比较明显一些，整个人就是没有那么亮了，还好看一点。对啊对啊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在安慰我是不是？没有，关灯之后看着脸就是颜色，哇，冷的飞起，好看一点。你小改改，打的我的，打的我的不要不要的。那完了，雨八戒，你录什么了？你不会录九幺了吧？后面的该出来了，感觉你今天会扣分，真的吗？那行。啊？为什么关灯会扣分呢？不不不不，他们说我今天穿性感。啊，我呀，还好，还好。行，我走了哈。嗯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